了一个最二百五的一个打法，实在是被二百五了吧？这种被二百五的话，其实就没什么可说的，就是你赛前的一个准备不足，你没有想到人家会二百五啊！哎呀，完了，因为上来给我了一个闪电盾，这个闪电盾的话直接不敢练了。那么因为这一波练完的话，直接就快崩了呀！我的天，这个闪电盾，因为让我想起了上次的那个亲密口，哇，直接崩了，练级练崩了，直接 GG 了。101联盟兵，甚至不明白发生了什我么，还在练级，怎么又 GG 了？101联盟兵是 B 王这恭个喜称来自东号，的怪突兽，然感觉还是一菲厉害一点儿，一那我们分还钟是吧，恭喜一恭下喜120拿下了这就一分钟好第一像，姐妹天下第一武道会的冠军。哇，完了，一菲的脸有点黑，一菲这个回去要骂人了，我跟你说，我觉他得要骂人了。他可能有点觉得自己怎么会打成这样，这个有是我跟点你说，爆心炸，态然后很有点，崩的。这个可能是对于自己，完了，120真的是第还一是希次望莫名其妙啊！在我练个新一级赛季冠军对了，英菲不要有太大的影响。练个我级觉得冠这军个了，是运气问题，还没有因开为始练完第一这个个闪点，电英盾菲这就个崩问了。题，它勾在这个大怪上，哇，不这个可是避真的免。黑了，黑了，黑对，了，这心态不好。这是属于前两把120把英菲的一个心态也打到一个燃火的一个点了，就差了那么一把火，然后最后由野怪来点燃了这把火，那么也那就是没再了。次恭喜一下120。哎呀，120也有点，哎。还没练级呢就冠军了，就我操！是人都没看这到个你就太冠快军了，这了，个。啊，那这个也哎呀，是，这个所有以点快，有点说快。目前人出的容错啊什么这的个是属打于不那个上什去么是吧？啊？哎呀，这电盾好了，再盘零杠三了，给我感我，觉。基本零杠太三。炸了！我记得上一次我零杠三的时候，他直接 GG 了。我上一我次零杠三的时候是啊！说我状态不好，今天英比状态也不大好，虽然他赢了力。不，这个120现在没搞懂。120很懵逼，很懵逼，好吧？120很懵逼。What？What？我还没看见你呀？Why？绝望。这不是消极比赛，这是决赛。几分钟啊？这三盘，半个小时没有，好吧？哎，没你们有。可以去睡觉了。第二盘3分多钟，第三盘2分多钟，第二、第三盘加起来也就6分钟。加起来有没有赛前的广告时间长啊？第一盘没有10分钟，哇，加起来可能就15分钟左右，真的三盘。有没有广告时很间长尴啊？尬，这决赛。怎么办？心态炸裂啊！这个版本是没有的，看斗鱼的才有，因为我们看的是他那个转播流。哎，好了，睡觉了，睡觉了，回去睡觉了，好吧，拜拜，拜拜。啊，因为单矿打不过啊，人族是要开矿的这个种族，他只有打奥克是可以单矿打的。打其他族他都要看看，哎呦，绝望啊！我觉得他心态崩了。这三把的起手宝真的很压抑哎，讲道理，这个概率挺低的。你看，你看看看，我说了，心态崩了呀。听下解说怎么120圆都哈？甚至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心态崩了，凡二是吧？这可能是有史以对来吧？最我崩就的说心态崩了。那我们还是恭喜一下120拿下了他三把听起手手天下宝第都一武是道会的很冠军。炸的那种，三把起手宝都很炸。第一把是什么来着？第一把觉得是他抗可能魔，有点觉得抗自己魔手防里二有防二，不想玩有点爆炸，抗魔防二觉得防二。自己
还是希望这一局比赛其实对英匪不要有太大的影响。好，史上最短比赛出来了，好吧，就这场。闪电盾这个问题，它勾在这个大怪上，你不得不去打。对。好，而且闪电盾也是一个点，一个闪电盾，但是我觉得主要还是宝物，看到这个绿色的东西就烦，好吧，绿油油的，再也不想见到它了。那么也是再次恭喜一下120，这120也有点不过我觉得还是还是应该挣扎一下吧，你看就是人都没肾亏都不开心了。那这个也是好歹决赛吧，这打一打意思意思的融入啊什么的，感觉上确实有点就是轻。哎呦，这个勾的哦，这个不好弄啊，这个还是个戒指啊，这个搞半天都是这个宝啊！哇，这样的话是英匪这啊幺二零都甚至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懵的冠军吧。那我们还是恭喜一下幺二零拿下了进铁杯天下第一武道会的冠军。我觉得他可能有点觉得自己怎么会打成这样，有点爆炸，对，有点，这个可能是对于自己，还是希望这一局比赛其实对英匪不要有太大的影响吧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属于运气问题，因为这个闪电盾这个问题，它勾在这个大怪上，你不得不去打，对。那么也是再次恭喜一下幺二零，这幺二零也有点没有啊，就是人都没看到，你怎么就没了？这那这个也是就是说目前人出的容错啊什么的，感觉上确实有点低。就是说在面对 UD 的时候，因为 UD 掌握进攻呢是确实有点强的，然后幺二零的话，确实这三把没什么失误，对。对，这个是。然后英匪运气的确也挺背的，这个一直在指环王。宝物也不好。对，这三把我感觉没打出有用的东西，这个是关键。之前打令也是。对。也是指环王。对。但是打兽子的话，毕竟你前期还好一点。对。没有那么大的压力。亡灵是从前期到中期到后期都是属于一个被压迫的一个状态，所以的话就是，就在这个阶段下，自己一旦是出现了抗压失误的话，就出现问题。